来，我们来做个游戏。记住好雅欣，你这东西是真小气，以往我们游戏你都不带给彩头的，本世子是何等的身份啊，这彩头我来给。什么玩法？很简单，我问你答，若是我觉得你说的是真话，我喝一杯，否则你来喝。好。开始之前呢，还是要客套一下。沈夜，以往你对我的好，我心领了。如今，我只求你可以坦诚待我。当然了，你肯定会左顾言他，我向来不如你灵光，只求你别再把我当个傻子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是想问沈夜，还是苏荣清，还是尹帝？你身份太多，我都替你累得慌。对，身份是有点多。有时候我也忽然迷惑，但是我认得一个观点，你是我的妻主，我是你的主君，这件事情至死不渝。我还能相信你吗？你不只想要当着韩廷影帝，不止。那这大楚的江山势在必得，痛快，可还有回旋的余地吗？你知我的立场是什么？知道，你是要守护天下安宁。本世子的能力有限，与你相比，我就只有个世子的名头，但我还是会拼尽全力的阻止你，哪怕要手刃你。记住大人坦诚，我们就只能是敌人的关系了吗？什么相守相伴？什么白头偕老，到头来就是一场空欢，对吗？你我的事，与你要谋反一事有关系吗？就是其中的一环了。
我根本没有那么重要。你想要谋这江山，那就去谋啊。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呢？我们素昧平生，有朝一日你死我活也可以不用留情，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步呢？你要江山，你为什么要来诛我的心？你不是一直想要喝这合卺酒吗？来，今夜我们依旧是妻主和主君的关系。沈夜，你说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对吗？对。那我要你的命。